本地台南市文化局这两天要彩排台南四百年度大戏《风调雨顺》，不过这阵的这主办单位已经把这舞台搭好势啊，所以因为这风台的关系，有一块工课去前调，因要按生按时的赶工处理，让大戏会当顺利演出。台南准风季节风势嘛不止啊大，甲大家顶悬的乌布吹甲硬硬飞，工人趁雨棚较细，赶紧去调整舞台顶的设备。这是台南市文化局为着切割台南四百年度大戏所搭的舞台，不哩个煞拄着风台来扰乱，整个舞台搭好势，答应三天的时间，佮剩无偌久就要开演，因惊整个拆掉会白付。主办单位只好暂时甲受风面的所在降较低嘞。受风的所在，比如讲厝顶那个降较上低的所在，那包含全部的欧布，因为咱的舞台 A B 馆嘛，归欧布，咱那个收起来，用加工会受风。主办单位用一档的时间来筹备《风调雨顺》这出戏，伊要用几乎建造的科技形式，讲一段台南四百故事。目前到达表演者，伊拢也未伫这个大舞台正式做彩排。导演按算初三暗时赶工，甲设备先款好势。不论如何，拜五会先上台做彩排。影响，阮当然袂好影响演出的台顶效果。严格就是，阮来做有大胆的心，爱甲所有工课爱伫足短时间内全部拢甲顺落完。所以是咧讲，台南这片土地为是来呀，地心宫甲清朝、日本，啊到即卖中华民国，伊的这历史的演变。台南四百年度大戏，这礼拜的暗时要伫南营的多星盛大登场。表演团体唔忘风台通赶紧走，让整个活动顺利进行，嘛，让观众有无同的观演体验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